非常愉快啊！那反正以后我们日本国际上，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合作的关系，希望还有包括蔡老师啊，大家一起努力。Andy上啊，有请。那我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在台湾跟大陆之间的做一个不一样的异类的一种交流。包括我一起参与。好，谢谢，谢谢，谢谢。